SHE 是真的有大不和。任嘉轩因为 Ella 用蛋糕喂了小狗大打出手，扬言 SHE 已经貌合神离五年，甚至当场宣布解散。一旁无辜的田馥甄面临着跟 Selena 还是跟 Ella 的选择，太可爱了我们的社团。你回去看重播都知道。我不要，万一剪掉怎么办？不会剪掉，不可能，这段不会剪。什么？你这就跟我讲嘛，你自己看重播嘛。我要替你讲，万一他播的时候我们正在忙着赚钱怎么办？我们都是会有人把他弄下来。你跟我讲是听的吗？你讲我不会对你怎么样，我发誓，我打不打你，是吗？我发誓我不会打你，我发誓我不会。艾拉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不会打艾拉。我刚刚因为毕竟太可爱了，我叫他做一些特技表演，跳啊，坐下啊，可是我给他吃东西，没事，没没吃东西没有差啊。那个觉得啦，我养狗经验来说，我不太喜欢给狗吃的食物。钱嘛，我是觉得呢，如果你先不要喂它吃，会比较好一点点。因为我有买狗食、狗饲料，有买狗食，很多狗狗吃的零食是狗狗专用的。你要不要？那如果你喂狗吃人吃的东西的话，我可以喂你吃人吃的狗食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敢吃？平叶。平均被吓跑。如果你喂我的狗吃人吃的东西的话，那我就喂你吃我狗吃的东西。好啦，我很乐意。我给你吃一盘狗饲料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请播这段，不要播我打人那段哦。平均敢吃，他平均根本不敢吃。我们解散啊！你来，你自己说，你跟谁？谁的东西？没有。阿哥，他们拍什么？然后你们讲话，钱拿断。为什么？他儿子笑场哎。我们已经解散了，我们现在已经貌合神离五年了。那报纸常写什么谁和谁排挤谁和谁排挤，报纸都捉摸不清啊。其实我们三个互相排挤，所以他每次写都是对的。现在吵得够多都冒出来。哇，太